一周不重样的十种营养早餐，孩子个头蹭蹭长。第一道，孩子们早餐吃什么？妈妈们花两分钟做个营养早餐，蛋黄蛋清分离，蛋清加火腿，蛋黄加葱花盐，搅拌均匀。如果您手机有电，麻烦点个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锅中刷上油，倒入蛋清，小火慢煎，熟后捞出备用。蛋黄一样煎好备用，煎好的蛋清蛋黄卷在一起，切成小块，就这么简单，喜欢就赶紧收藏做起来吧。第二道，今天用茄子做好吃的，色香味俱全，上桌以后秒光。准备紫皮茄子，切成厚一点的薄片茄子，挖去中间的茄肉，然后把茄肉切碎放到肉馅里，放点胡萝卜、葱花调味，放食盐13香、蚝油、生抽、食用油，再打入一颗小鸡蛋，冲着一个方向给肉馅搅匀。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却是最大的支持。今天您就点一个吧，谢谢您了。煎锅放油，放入茄子圈，倒入肉馅，按压紧实一点，全程中小火煎到这样三面金黄，煎熟煎透即可出锅。一口一个，想吃您也是做吧。第三道，每次做这个不用和面的蔬菜卷，我家孩子都抢着吃，皮薄馅多，做法还简单。碗里放包菜丝、胡萝卜丝，撒100粒精盐，翻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，再挤出多余的水分，放入木耳丝、炒好的鸡蛋、小葱花、花椒粉、鸡精提鲜，一勺生抽，半勺蚝油，少量香油，然后搅拌均匀，把饺子皮擀薄一点，放上调好的馅料，按照我这个手法包起来，全部包完以后直接开水上锅蒸8分钟即可。第四道，以后你要是再做土豆饼了，千万别再加鸡蛋和面粉，像我这样做才是真的酥脆又好吃。先把土豆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再切成粗粗的细丝，千万别用水洗，直接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抓拌均匀。土豆本身含有淀粉，你只需要放在锅中用手压平就可以，中小火煎到一面定型翻面，两面金黄出锅，这样做的土豆饼酥脆又好吃。第五道，你怎么也想不到，一根胡萝卜就能做出一道连老人和小孩都抢着吃的人间美味，既能当早餐吃，也营养价值高，做法比烧开水还容易。首先准备2根不要钱的胡萝卜，去皮后切成厚厚的薄片，切好后放入蒸锅里，水开计时蒸20分钟，蒸熟后用勺子按压成泥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能不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，下次想吃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然后加半勺白糖，一勺蜂蜜，再放380克糯米粉，揉好的面团不用醒发，就一块面积放在掌心团成圆球，团好后放入盘中，接着用漏勺压一个漂亮的花形，一朵绽放的小花就出来了。6成油温下锅炸，刚下锅时不用动它，给它个定型的时间，定型后用勺子勤翻动，炸至2面金黄捞出，这样做的胡萝卜糯香酥脆， Q 弹 Q 弹，太好吃了。学会了你也给家人安排起来吧。第六道，天冷就多给宝宝吃粗粮，像我这样做颜值营养双倍加分。胡萝卜削成薄薄的厚片，碗中打入2个公鸡蛋、100克牛奶，搅拌均匀，碗底铺上胡萝卜，蛋液过筛更细腻，保鲜膜扎孔，上锅大火蒸20分钟，脱模切块，自带千层效果，好吃的胡萝卜千层就完成了。第七道，会流心的南瓜饼你吃过吗？软糯香甜，超好吃。南瓜上锅蒸熟，压成泥，加2大勺糯米粉，揉成团，一勺白芝麻，一勺红糖，一勺面粉，调成红糖馅，取一块面团，包上红糖馅，压成饼，平底锅刷油，放入南瓜饼，煎至2面金黄，个个都是流心的，大人小孩都爱吃。第八道，没想到2块钱的饺子皮也能做出这么好吃的美食，焦香酥脆，一口一个。先来调一个肉馅，搅好的肉末里面放屏幕上的调料，少量多次放葱姜水，刚下的鸡蛋，搅拌均匀。2块钱的饺子皮擀薄一点点，放上肉馅，用你喜欢的手法包起来，包成这个猫样就可以了。锅底刷油，放上去煎1分钟，煎到底部金黄，倒入淀粉水，扣盖小火焖煮8分钟，撒上一把葱花、黑芝麻，焦香酥脆，皮薄馅多，一口一个，好吃到停不下来。第九道，我家3个儿子很喜欢吃烧麦，所以我每次会做很多放在冰箱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蒸一蒸，好吃又放心。五花肉末先下锅边炒出油脂，再放香菇丁和腊肠丁炒出香味，然后放玉米、青豆、胡萝卜，放一勺生抽，给食材入个底味，倒入提前蒸好的糯米饭，调味放生抽、老抽、蚝油、五香粉、白糖、鸡精，一碗泡香菇的水，糯米饭吸收了香菇水，蒸出来才会又香又糯。分享是一种美德，点赞是一种肯定，正如低调有内涵的你在悄悄地给我点赞。用这种现成的饺子皮着一个花边，再把糯米饭捏成团放进饺子皮里，用虎口收紧，捏成葫芦状，水开上锅蒸12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烧麦香甜软糯，孩子们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，简单点赞收藏起来哦。第十道，家人们注意看，
你怎么也想不到，一根山药和一颗苹果，不加面粉不加糖，不用烤也不油炸，竟然做出一道五星级酒店里的人间美食，相信百分百的人都没有见过。做法比烧开水还简单，不要钱的两份山药，一毛钱一个的苹果，打入一个我刚下的蛋，40克红枣，适量的芝麻，家里没有绞肉机也可以用豆浆机搅打两分钟，然后打一个顺产鸡蛋搅拌备用。不知不觉已经分享了1000多道家常菜了，你一直还没有给过我小红心呢。家里6个妹妹都要上学，实在是压力山大，今天这个视频您就给我一个免费的小红心鼓励一下吧，非常感谢。打碎后取出轴承，有条件的可以加一勺奶粉，倒入刷过油的盆中，撒上老婆喜欢的坚果，水开后上锅蒸18分钟，软糯香甜， Q 弹香酥，适合3岁以上的大小朋友，做法简单，收藏起来给家里的老婆做起来吧。点我头像能看到更多不同的美食。